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川普总统的这个乔治亚州的起诉哈，当然我知道今天大概大家认为最热的消息是来自于普里戈金的这样的一个坠机哈，那大家这个稍安勿躁，明天早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九点半呢我会和张先生有天高海阔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哈在乔治亚州是遭控敲诈勒索，那么乔治亚州的法官呢在八月二十二号，也就是昨天哈周二批准了川普的保证金为二十万美。 美元。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呢，川普预计呢将依据主动到案的命令，在八月二十四号（本周四，也就是明天）到该州富尔顿郡的监狱来报道登记。我们首先从相关的新闻当中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根据美联社在八月二十二号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他将在本周四向乔治亚州当局自首，应对他被控非法密谋推翻选举的指控。 这也将是川普自今年四月份以来第四次被捕，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面临起诉的前总统。川普自被控以来，依然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先候选人。然而，他在全国各地的司法管辖区中持续受到审判和定罪，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他在纽约、佛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出庭，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消息宣布的几小时前，川普的律师与亚特兰大的检察官会面，讨论了保释方面的细节。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川普的辩护律师和法官签署的保释协议要求，川普不得对本案的共同被告、证人或受害者进行威胁，包括在社媒之上。该协议还明确禁止川普转发其他人在社媒上发布的涉案帖子。 川普在他争取2024年重返白宫的竞选中，频繁的使用社媒攻击与该刑事案件有关的人。他在被控之前就一直抨击威利斯，还特别点名乔治亚州的州长共和党人坎普。保释协议还规定，前总统不得对证人或是共同被告进行任何威胁性的或是直接间接的威胁，并且禁止他以任何方式与该案。 事实进行沟通。针对受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 RICO 的指控，川普的保释金被定为八万美元，而其他所面临的指控分别会增加十一万美元，总共又增加了十二万美元。保释金是川普为了确保按要求出庭而必须提供的抵押品金额。尽管川普计划在首场共和党初选辩论之后第二天出现在乔治亚州，但他决定跳过这场辩论。 他将前往富尔顿县的监狱自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川普在自首时将会严格封锁监狱周围地区。然而，预计不会在监狱内停留太长时间。一旦到达监狱，被告通常会经过安全检查站，然后呢在大厅办理正式的预定手续，包括拍照和采集指纹，并且提供个人信息。由于川普的保释金已经确定，一旦预定程序完成，他将被释放。 报道称，乔治亚州的法庭相对公开，预计呢本案自预审阶段起将在美国全国进行电视直播。这意味着，川普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名受审遭直播的前总统。川普即便赢得明年总统选举，也无法在乔治亚州享有联邦系统所赋予的总统权力，因而无法自我赦免或要求检方撤诉。 根据媒体的报道，哈，二零二四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的首场辩论预计在八月二十三号周三，也就是今天晚上，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登场。那么，争夺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八位取得辩论资格的参选人将会在今天的首场初选辩论当中大显身手。但是，共和党内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不会出现在辩论会上。川普在八月二十号上周日就表示，他将跳过共和党初选首场的辩论，因为美国人都很了解他，因此呢，没有必要与他的竞。 争对手公开辩论。根据民调，尽管川普近今年是四度遭到刑事的起诉，其中呢包括了密谋推翻二零二零年大选并试图颠覆美国民主等罪名，但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受访者表示会把票投给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民调当中呢，川普的头号竞争者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支持率为百分之十六，而其余对手的支持率皆为个位数。 有分析认为呢，对于在乔治亚州的案件，川普即使赢得了明年的总统大选，也无法在乔治亚州享有联邦系统赋予的总统的权利，因而呢无法自我赦免或者是要求检方撤诉。那么，乔治亚州的案件是否会阻碍川普二零二四大选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还有观点。欢迎我的嘉宾邓红律师，邓律师好。演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邓律师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啊，因为邓律师最近非常的忙碌哈、啊，这个之前就跟我说可能不能够经常上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呢看到邓律师一定要切听切珍惜，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还来和邓律师聊聊这个川普的这个案件哈、啊，那么呃，我想请问一下邓律师哈、啊，现在目前看啊，川普在乔治亚州的这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法律程序将会是什么？ 嗯哼啊、呃，今天早上，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出推特里边的话，他说啊、呃，明天我将将会光荣的在乔乔吉亚州被逮捕了。所以的话，他对他来说是呃很骄傲的被逮捕。可以看得出，今天的话，在他的前任律师两名律师啊、呃，一个是朱利安尼，也是纽约州纽约市前市长啊、呃，也是川普的律师，还有 Cindy p l 这两名律师今天。 在到了普腾康体边投案啊，他的到大头照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今天在被逮捕了之后啊、mm，hmm. 朱利安尼跟接受媒体有七分钟的啊这个记者会，我看了一下子的话，他里边讲了两点非常重要。他说这个他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这个是将来美国任何一个民众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说他这个第二点他强调的话，最让让他担忧的。 让美国人担忧的话，就是说他本身是代表川普，没想到的话，一个律师因为代表川普而被逮捕起诉，这也是美国司法上面的悲悲剧。因为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啊，在川普这个案件，十九名被告，包括川普之内的话，啊这个检察官命令他们必须在星期五之前要到。 这个啊，乔治亚州去投案自首，并且在礼拜一呃的时候啊，川普的律师已经跟检察官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的话要川普二十万的保释金，这也是前面三个案件前所未有的，因为毕竟。 保释金是要确定被告会到庭啊，所以基本上法官、检察官考虑的因素是两个：，第一个出来之后会不会危及到证人、危及到社会安全？对，会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会不会逃庭？对，啊，川普是前美国的总统，他也是这个政治的候选人，呃，这个政党的啊、呃、一个重要的呃、啊、候选人，他不可能会逃离，并且的话，他作为总统，他身边的话都有这个 Secret Service 特训局的保护，也有特警。 取得房住川普做任何事情，所以不可能会有任何伤害证人或者伤害社区的人士啊这种行为。但是的话，当地的检察官、当地的法官还是要求川普的话要交二十万的保释金。嗯、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说你可以看得出为什么这个案件从这一部分要求川普交保释金就可以看得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很不幸的成为。 终击政治对手的第三世界的一种手段了。嗯，那邓律师啊，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哈、啊，这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不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嗯、不管是民主党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呃这个起诉的这一方来说，可能他们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些效果哈、啊。那接下来这个法律程序会怎么走呢？啊，对。 呃，明天川普会正式投案，并且的话，跟其他案子不，除了保释金之外的话，大头照也会出现的。你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对前面这三个案件的话，检察官、法官都不允许公布川普的啊被逮捕的照片，嗯、而明天啊，民主党人士终于看到了。 get Trump 终于有成成效了，终于将川普的话送到牢里边去了。当然，这个牢里边的话，这个做指纹啊、拍大头照，这个叫 booking 逮捕的程序。完了这之后啊，这个当地的检察官跟警察会公布川普被逮捕的。 签这大头照，这、嗯、大头照宣布之后啊，将来下面这部分的话就会开庭应诉。在这个案子里面还牵扯到另外两个人啊，他现在正在联邦法院里面申请，要求将这个案子。 移送到联邦啊法院的审理，而不应该由乔治亚州。Oh. 一个的话提出来的是啊、呃，这个啊、呃、m e a d s 啊、呃，这个你也知道他是是白宫的幕僚长，他、嗯、作为一个 My m e a l 的话，他以前是国会议员，后来川普的啊、呃，这个啊、呃，在拼命游说之下，他终于担任了川普的啊、呃、办公室主任啊、呃。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也被起诉。所以、呃、另外一名的话是啊、呃，以前是。 啊，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啊，在这个啊啊，Bill Barr 不愿意啊，这个调查选举舞弊的情况之下，川普让这名叫做 Jeffrey Clark 啊当呃担任的啊代理的司法部长啊，这个他也被指控了，嗯、所以这两名啊被告。 他的律师已经向正在向啊法院联邦法院提告。他说这个案件的话，他们在被指控过程之中，在这呃这个他们是担任联邦的官员，他们有这个总统特啊、呃、行政的豁免权，所以话要求将这个案件有什么做错事情，应该是伦联邦法院来审理，而不应该乔治亚做来审理。所以很快了，明天有可能最高啊联邦法院会不会马上将这个案子？嗯 转移到联邦法院里边去。一单子如果是 Mar Metals，还有这个啊 Jeffrey k a r k 的律师，成功的将这个案子转到联邦法院。那川普的案子也有可以顺理成，也可以转过去，也也转到了联邦法院。我相信啊，川普现在请了三名啊律师啊，其中啊这个两名是女性律师，都是检察官出身的，还有另外叫 Little 的啊，他们有其中有一名律师是专门在负责联邦案件的。 所以我相信他的律师团队会提出同样的动议，要求将这个案子转移到联邦法院里面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的话，就是他牵涉的这些选举啊议题是属于啊联邦选举，并且。 他里边引用很多证据，都是 Michigan 的呃证据，Arizona 州的证据，这是跨州的证据。他说这个不应该是地方政呃政府来审理，应该是联邦法院的审理。所以他相信很快的啊、呃，川普的律师也会提出要求，将这种刑事案件在州的法院里边转送到联邦法院里进行审理。 嗯，了解了。哎，如果是说按照像这个邓律师说的，如果最终能转到联邦法院的话，可能就会没有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哈，就是说这个他没有了豁免权这个部分。那么来问一下邓律师哈，呃，我在前面之前呃曾经呃请这个包律师来讲过一期这样的一个话题。嗯、<哼>呃，其中他呃说到了一个这个乔治亚州会以多项的控罪来起诉川普，包括这个反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法，简称为 RICO 法。嗯、那么当时我问包律师什么是 RICO 法，他没有给我们解释太清楚啊，所以就是。 请问邓律师来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如果是涉及到这个法，是不是这个案件也会更复杂一些？OK，RICO、okay. 法案的话，呃，全称的话叫 r e c k e t e a r i n g 啊、uh,，Influence and Corrupted Co Organization Act，啊，所谓的话就是说。 反黑连坐法案在六十年代，呃，肯尼迪家族的时候，他要打击意大利的帮派，所以他在这个当司法部部长的时候，推推动国会通过了这个反黑连坐法案，是针对这个意大利黑手党，尤其是在芝加哥啊、呃，这个为所啊不为的这种的、啊、话，为为非作歹的行为，杀人放火的。嗯、他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属于黑社会，任何一个参与黑社会的人都会被承担连坐。 做的连连带的责任，这个就像我们啊，中国过去说株连九族的这个法案、嗯。嗯、这株连九族的法案呢、啊，最重要就是啊，杀鸡儆猴，将所有参与犯罪集团的人的话绳之以法，以后来一起来承担连连坐的责任。所以这个瑞克法案后来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纽约的啊这，这个黑帮。 就是朱利安尼市长，那时候他他做检察官的时候，他就使用了呃 RICO 法案，以后很很有讽刺性的话，是当年他是因为 RICO 法案的话打击黑社会而立功，当上了纽约州的市长。哎，没想到他在啊、呃、这个这次选举的时候，他被反而用反这个反黑连坐法案呢被起诉了。这个反黑连坐法案的话，就是说啊、呃，他将川普多当成了一个。 啊，这个黑帮的头子，然后变成五位五名川普的律师，包括朱利安尼、辛尼帕尔，还有 s 尼斯那几个五名川普的律师，变成他的打手。以后啊，其他的几个这些人的话，都是川普犯罪集团里边的成员。所以的话，他一共的话起诉了十九名，另外有二十多名也是这个川普集团啊这个犯罪集团的。所以他的这个概念就是啊，他借用了联邦的法规。 在乔治亚州、加州还有呃，伊利诺伊州都有类似的州的 RICO 法案，但是非常非常很少会使用。如果是真的是牵涉到犯罪黑社黑社会的话，往往的话交给联邦进行起诉了。但是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州的检察官的话使用的啊，这个反黑联坐法案，这是联邦常常使用的法案呢，来对付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的话，在这个啊。 啊、uh,，Fanny，呃、uh,，Willis 在这个检察官看起来的话，川普就是一个犯罪集团，他是个黑帮老大。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得出，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的话认为这次起诉是属于政治斗争啊？美国的司法系统呃当成了一个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工具了，嗯、就是因为他使用了这个法案的话，个、就是川川普面临十三项罪名，都是说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黑帮老大，<对>但是的话。 这个在在里边，在啊、呃、那么多的罪名里边的话，其中十九十九个人面临那么多的罪名里边，分成四大类。他的行为里边，第一就是川普要求啊、呃、这个调查选举舞弊问题，所以的话他打电话给啊、呃、这个啊、呃、共和党的啊、呃、这个乔治亚州的主席打电话给周慕清啊这个要求找出这些。 被偷走的选票，这是第一个第一批行动。第二批行动的话，他组织人，然后哈、啊、要求到选票站里边验选选票机，所以的话有个选票机被动了，然后被打开来了。然后的话他有几个支持者，还有川普的律师团队里边也是面临的话，就是将这个啊、呃、这个计票机拆开来了。嗯啊，第三部分的话，因为他们认为选举有问题，所以的话他们要求这些国会。 州议会不要接受选举的结果，所以话，朱利安尼啊，还有这个 w 尼 l l 他们这几个律师到州议会里边出庭作证啊，在议会上面呢说，我们建议州议会有这个权利的话，不接受选举的结果，因为选举、嗯。 有舞弊行为，这是第三类的呃，这个所谓的违法行为。第四类的违法行为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万一周议会不接受了民主党获胜的这个结果，有可能这些那基本上我们是透过选举人制度来，每个州有指定了几个选票，有几个选票的话是民主党赢了，那这八名九名的选举人的票的话就有代表的话啊来投票的，而为了呃为了准备。 这个州议会不接受不接受共和党，呃，对，不接受民主党赢这个结果，所以的话，共和党也准备了这个选举人，这些选举人的话，就是说，一旦指我们推翻了选举结果，共和党赢的话，那我们只派这些作为选举人票以后投票啊，给这个川普，所以。 基本上牵扯到四类的行为，但四类行为在检察呃，在民主党的这个检察长看起来都是属于黑社会的行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很多人在指美国宪法不是有言论自由吗？嗯，言论自由的话，就是说川普有这个言论自由，这是他不接受选举的结果。那为什么起来立当年的话不接受川普的选举结果的时候，他也有言论自由，嗯、也不起诉他呢？嗯 呃，在到目前来说，川普的话，呃，现在川普还有他的律师团队，还有他所有参与的人都认为选举有问题。但是这个选举有问题，政府不去调查，而是说你发表质疑选举的结果，你就是属于黑社会、违、嗯、法行为的。这个是大部分。 川粉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呃这个一旦只宣布这个破，这个是比其他三个案件，比这个比封口费的案件，比机密文件的案件，比 J 六的调查案件更具备政治性的打击呃打击的行为了？你可以看得出的话，为什么喜来利团队质疑选举结果，嗯，这是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选举也川普呃团队然后发表自己的言论质疑选举结果有问题？ 但是的话，川普的民调很高，但是为什么在投票的时候出现的话，那么一边倒的问题呢？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团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呃报复的行为。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像这个邓律师说的，经过这四次对于川普的这个起诉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司法是不是被政治所绑架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民众应该有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就是你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事情，你很难去用说我们司法依然是公正的、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让民众去相信，特别是有一些对现状哈、啊、这个不满的这些民众。那么，呃，来问一下邓律师，刚才您其实讲了一些这个证据吧，或者是说所谓的呃一些这个指控啊，川普推推推翻选举的这样的一些指控。那您觉得他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他是否有可能被判有罪？ 在两个案件里边，川普是必定有罪的。哈 <laughs>。Oh, 第一个是纽约的封口费、um, 呃，第二个是乔治亚的州的案件。啊、um, 呃，为什么的话，你要知道，呃、我做了刑事刑事律师，做了快三十年了。啊、呃，在过去里边的话，啊、呃，这个真正决定有罪没罪，不是我们啊、呃、这个眼睛闪亮的观众朋友，um, 也不是法官，而是十二名陪审员。Um, 对。 我们为什么说的话，在纽约州啊，纽约州的案件啊，川普会输，以后乔治亚州的案子会出输的话，因为的话，这两个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都是属于激进派的民主党。嗯，在所以为什么，如果是当地选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陪审员的话愿意的话认为川普是无罪的。 所以你想想看，法官的话在袒护的方面，就从乔治亚州现在保释金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法官虽然是川普的呃，虽然是共和党 Brian Kim 所任命的，但是这个法官他是属于长期以来是在这个检察长啊 Fanny Willis 下面做了十年的，并且他法官虽然州长任命，但是每四年要连任。 每次那连任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他做出一个决定，说对川普有利的，或者是判川普的话，啊，这个推翻了啊，这个一些证据对川普啊，呃，这个有利的，他让了进来了。然后后来川普被判无罪，他要面临连任的时候，他不是透过全美国来选的，而是他的 Fulton County 来选的话，他要不要保住他的工作？ 他当然也保住工作了。然后陪审员的话，你想想看呢？啊、呃，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你的左右邻舍都是属于啊、呃、这个民主党的人士。如果你投川普无罪的话，那些邻居能够放过你吗？你可以看得出，现在在 Fulton County 的监狱门口，从朱利安尼开始到投案，他到明天的。 川普到庭，呃、到监狱里边投案，你可以看得出，两派人士是啊，这个是从外地来的，就是支持川普，因为大川普有很多粉丝都从各地来声援川普，但是的话，当地的民众你可以看得出的话，都是举牌说要 convict 啊，这个啊 indict 川普，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出，在当地的话。 川呃，川普在乔治亚州，在纽约州是得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审理程序。我们做这个呃做辩护的人，我我们都知道，客人是有罪无罪，我们律师不想知道。但是证据上面的话呈现出来，我们律师是在排除证据，以后啊提供对客人有利的证据。但是真正决定有没有罪是十二名陪审员。 这十二名陪审员里边的话，呃，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民主党的人士，所以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公平的审理嘛。所以这是川普的律师现在正在想办法，要将联、呃、要将纽约东口案案件，还有这次这个乔治亚州选举案子的话，移到联邦法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 这个一单子进了联邦法院的话，联邦法院的范围不单只是 Fulton County，还有哈，这个这个法院范涵盖的范围就是比 Fulton County 的话还有多了很多其他的 county，在 Fulton County 这个区里边，它是。 共和党的话人数比较少的，但是的话一旦只移到其他的范围之外的话，就有可能选出一个比较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话背景是呃这个一半一半的这样子陪审员。但是要定罪的话，必须要一次性通过的话，那这种情形只要在其他康体里边有很多共和党的陪审员，那种情况之下就没办法定川普的罪。所以话对川普的律师来说，如果不移到联邦法院里边去的话，那基本上。 他们的定罪率就非常高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是陪审团的问题哈。我们先来看看评论区网友有呃有网友在说啊，说川普自首的话是不是相当于认罪了？那还能参选吗？我们有这个网友回答他了啊，说在监狱不妨碍参与选举。那么这个我们还有网友说哈，这个在狱中做总统了吗？那么现在这个呃这个应该是说 p o l 这么高啊，这个民主党也不派一个能打的选手哈、啊。所以我们这边网友也说了，就是说只要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哈，川普哪怕坐牢也是能够参与这个相关。 的选举活动的啊，这个确实这个、呈现了美国的这个人的权利啊。好，然后呃，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邓律师关于陪审团，对，对呃，因为呃，现在的这个有消息哈、啊，说这个陪审团的这个大陪审团的二十三名陪审员呢，还有三个候补的成员的影像哈、啊、<对>住址还有个人资料已经被抛在了某些网站上。 那么其中有一些、嗯、<哼>呃网友啊，或者是未未透露姓名的用户就发出了一些直接的威胁，<对>还有人说哈、啊，<对>这些就是暗杀名单。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操作是不是会对这个案件产生更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呃，其实这也是民主党检察官设设设设立的一个圈套。嗯、你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曾经有一个话，他说是川粉，他说要威胁啊、呃、这个拜登的安全，然、嗯、后啊、呃嗯、这个马上被枪杀了。 以后的、啊、话，其实，呃，这个大陪审员的，呃的二十三名名单，其中包括两名是华人，呃，当时是检察长办公室公布的。对对，好像是是有是他他们那边有公布的。嗯，对，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你想想看的话，如果是检察官，只有检察官能够掌握谁是谁，外界不知道陪审员是谁，大陪审员是谁。嗯，为什么？ 检察长主动会将这些陪审员的名单公布出去呢？是无意之中的疏忽啊，或者是有意的？所以很多人解读这是有意的嘛？嗯、你公布的这部分，其中有两名是华人的，都是一个姓林，一个姓什么？呃，哦、一个一个姓陈的。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你想想看的话，我做代陪审员的话。 那你是检察官公布出去啊，不是说别人嗨客进去了，<对>或者是律师给去这，啊。这个就整，所以他故意设立。如果这些人万一被一些失去理智的这些精神病的人伤害了，嗯，要负责任的应该是这个检察长，嗯、他不应该拿大陪审员的生命来作为一个政治。他为什么会公布这个东西呢，邓律师？这个能不能追究目的吧 这你要知道的话，从纽约的封口费案件到纽约的州的现在起诉川普集团的欺诈的案件的民事官司，到现在这个黑人 f a n n y Willis 这个检察长，他们竞选的口号是什么？Get Trump，要追杀川普。嗯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民主党的意意图啊，就是想办法将川普。 这个起诉，一方面让他的精力拖在官司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将他搞臭，将他抹黑掉以后的话，让选民来来来打。现在二零二四年选举里边的话，民主党刚才讲的话，呃，为什么不派个强硬的？对、啊，因为民主党没有人才呀、啊，呃，除了这个靠呃呃贺锦丽，除了变小孩子的当大家当成是幼儿园的，对这些的小孩子来来教教导之外，他一事无成嘛、啊。 然后你现在加州的州长的话 n e w s o n 的话，他也想竞选了，但是问题他将加州的搞搞得呃乱一塌糊涂，<对>连我们华安社区的这个呃呃这个 Arcadia 的话都是那个零钱够了。 零元购的东西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了，你看看呢、啊？他还想将加州这些经验到全呃鱼毒，呃散布全美国吗？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人的话不会像呃其他州不会像加州这些呃这些呃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笨渔民这样子的来来乱投票的，他们还是比较清楚的。呃，以后你可以看得出的话，一方面民主党的话，二零二四年是打两个牌，一个是这个。 将川普的话，呃，整臭，让他牵住他，然后他希望的话，共和党的话就是川普来做候选人。另外一个的话，他是打所谓的这个啊、呃、堕胎权。嗯。所以你今天晚上的话，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现在共和党的话，他们每一个候选人都要表态。你究竟的话，同不同意最高法院取取消啊这个堕胎权的权利这个部分？他们会大做文章。为什么哈？对。 女生来说，啊，堕胎权绝对是自己应有的权利。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堕胎权的话是应该每个人都做决定的。所以，从所有的年轻人的选票、中间人的选票、民主党人的选票里边的话，大家还是觉得啊，这个民众应该有堕胎权。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啊。 民主党能够做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权利现在正在这个在你的选票里边。如果你投票给川普，那我们的就将来就就没了，就就没有了。嗯、以后他只能是用这种打这个牌而已。谈经济，谈通货膨胀，嗯，谈能源，谈治安，谈教育，民主党交出的是白卷，嗯，没有办法能够解释的。 所以你现在要打这个共和党，只能是这种的话，道德理念上面的说哦，我们权力会被跟共和党剥夺了。以后你选这个川普的话，是一个犯罪分子啊，以后我还是黑帮老大了。所以只能是这种对比的双方法来打赢选战，而没办法从他的政治、他的政策、经济政策、将来美国的前途这些东西来来呃来,来下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的话，这呃他们现在要打的。 就是利用手上的资源，尤其是公检法在这个拜登政府手上，<对>想办法的话来，来占政呃在政治上取得一个优势。嗯，确实啊，我上次跟包律师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讲到，我说其实作为这个。 呃，这个执政党来说，其实不应该是对一个这个曾经的总统哈、啊，不管你有多么的厌恶他，也不应该如此的穷追猛打。而且呢，这个你更应该的做的是想到做出一些政策，真正的让人民得到实惠，然后去提升人民对你的这个信任，然后去给你投票。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民主党的这个部分。嗯、<哼>像刚才这个邓律师说的，这个零元购昨天在 K D M m 是这个已经出现了。然后，而且呢，我还听说最近呢，这个加州有一个提案哈，是说这个禁止保安。 和窃贼发生冲突，我这个就很难以理解，<laughs> 非常难以理解这个提案是怎么出来的 <laughs> <对>哈。这个到底这些议员是在替谁说话？你们是窃贼选出来的吗？还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邓律师啊，因为我呃，乔治亚州的我看报道说，乔治亚州的法庭哈、啊，就是将本案的自动呃自预审阶段起呢，就会进行电视的直播。您觉得您会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吗？嗯嗯你觉得这个对于川普和选民来说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啊，对啊，其实就像当年在九九四年罗汉基以后转播《嗯、O.J. Simpson》一样，那时候电视转播的话，基本上其他新闻、其他东西全都是掩盖那边去。呃、啊，电电视直播对川普来说未必是个坏事情，因为川普他知道他自持是有理的，他知道他是被无辜的，嗯、所以对他来说，对呃对川普是比任何一个政客都会利用媒体。 啊，你要知道哈，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川普的话，他会应变。只是说，将来这个这个很多人担心的话，啊，这些啊，这个结果的话，会在啊，这个明年一月份会开审，明年二呃到六月份的选举之前都会打官司。你放心，像这个乔治亚州的案件，十九个被共同被告，然后要真正打来打来陪审团的话，至少要两年之后。哦，所以不可能会在选举之前有任何结果的。 嗯，呃，所以在这个 J 六的案件啊，的这个这个星期一啊、呃，这个啊原告呃这个被告的律师，川普的律师的话提出要求，将这个案子延到二零二六年啊、呃、这个四月份开审，嗯，然后啊、嗯、呃，检察官要求的话，这个明年一月份开、嗯。嗯 对啊，然后还其他的案件的话，都市机密案件，也要快，也要要求的话，在啊这个明年四月份开审，然后的话还有啊这个封口费的案件，也要呃要也要在明年开始开审。 所以很重要一点概念的话，就是美国法律第六修正案，保证民众快速审理的案件。快速审理的话，就是说一个人被告被警察抓了之后，他必须四十八个小时要过堂，然后一个半月之内要去陪审团，因为我们美国。 刑法的话，就是保证民众的话，一个叫做无罪无罪推定论。无罪推定论的话，就是说他是我们在他认罪或者陪审团判罚有罪之前，他都是清白的这种概念之后的话，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是清白的，但是的话，他要候审的话，那政府不能够长时间来将他拘留在牢里边去。所以的话，他给了被告一个快速审讯的权利。我们刚才讲这个权利是属于被告的权利，说被告可以要求的话。 我在一个半夜之内，我要去陪审团。嗯，但是的话，就像这个 J 六的案件，川普的律师提出来，你们警察司法部在过去调查了两年，动用了呃这个上百名的探员调查人员，以后的话一共有一千一百多万份的文件。嗯，我们我们现在律师团队只有三个人。 你们的话有有那么多人的过滤文件，那对我来说你是不公平的。所以的话我要求有足够的时间来过滤这些文件。所以的话他要求的话，要我们全部过滤这些文件，至少要半年的时间。以后的话我们再要提供这个啊、呃、一些排除的东西，又要半年的时间，还要的话提供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证据。对，还要准备时间。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一，他要求一直延期，这也有、啊、也有道理的。对。 对，是的，没错，确实啊，这个我觉得像刚才邓律师说的，这个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些你来我往，嗯、这个也是可以这个呃影响一些案件的进程的。对，因为被告被告的律师永远可以提出你的证据还没有给到我，所以你要给到我这些，我拿到这些证据，我随时可以提出排除重呃、嗯、证据的动议。我认为这个证据的话，收集起来是。 啊，是违法的，没有搜查令，或者是你的解读不一样，以后的话要求排除出去。所以这个部分呢，打来打去的话，呃，乐观的看，呃，乐观的的话，啊、呃，一根官司，单独一个人、两个人的话，要去陪审团，联邦法院至少要两年。在乔治亚州的话，十九个被告还要啊，呃，那更长时间。所以话，呃，大部分的案件有可能有，只有一个案件有可能会啊、呃，在纽约州的话，会在选举之前会有结果的。 但是对民主党来说，明天川普已经进了监狱了。以后这个部分的话，他已经是呃，这个有了大头罩了，他已经达到目的了，对，可以大做文章了。他所以为什么这个政治运作啊，这个这个司法系统呢卷进了政治运作，这是美国司法史，是历史上面的一大悲剧。以后还利用一个呃，利用的政治打压的手段来起诉一个呃对手党的重要。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觉得的话，美国沦落成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令人痛心。对这个，我觉得邓律师说的这个痛心，我觉得我们有选票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就是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或者是说出现了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二零二四的这一张选票，请您慎之又慎。呃，嗯、来问一下邓律师，我们来讲讲共和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呃。哎 我不知道您怎么样看待川普和乔治亚州州长坎普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否能够在共和党内有一个和解？或者是说，您觉得现在共和党内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川普而分裂的状况？ 呃，我相信的话啊、呃，九分闭合啊、呃，你要知道，Brian Kane 的话啊、呃，之前啊、呃、是川普支持过，对，虽然在这次竞选州长的时候，他刻刻意的话跟川普保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嗯，但是呢、啊，你要知道啊、呃，这个乔治亚州对共和党呢是至关重要，啊、呃，这个 Brian Kane 他本身的话，他是一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士。 啊、呃，当然，在这个乔治亚州，这样的你可以看得出，啊、呃，他现在就连 Brian k a m e 的他的对手现在还在质疑这个州长选举的结果啊，哦、因为但是的话，公检法掌握在民主党手上，所以的话，同样的一个政治候选人，他可以挑战说 Brian k a m e 里边的话，他的选举有问题，但是的话，为什么检察官不调查这个？ 呃，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为什么你说是选举有问题呢？嗯，既然那个民主党的人士也在挑战选，呃，乔治亚州的选举出问题的话，那为什么话，川普的律师、川普的所有的团队的人质疑就会是犯罪呢？所以这也是将来这个对啊，这个呃，川普的案子的是非常有利的证据。当然，Brian k i n g 的话，这个部分目前你可以看得出，大部分的共和党人士。 都希望的话能够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因为毕竟，啊，这个你现在川普啊四中官司啊这个面临啊这个攻击，嗯，还有的话他年纪摆在那边，对，所以、啊、很多人希望的话是让年轻人出来做做事情，对，这种情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今天晚上啊这个共和党八名候选人以后的、啊、话谁有这个能力来。 这个呃，替川普接替川普的班。首先的话，嗯、这个刚才你在民调里边提到的民调，C B S 民调的话，嗯、川普是六十百分之六十四，然后底商德斯是百分之十六。对，有一些民调的话显示的将、呃、这个距离更加大。嗯，所以川普之所以的话，他说我做了四年的总统，你们都知道我是谁。以后的话，我过去四年的总统，我的政策你也看到了。嗯，所以的话我的人跟政策。 大家都明白我为什么要让这其他的人来称光呢，来攻击我呢？嗯，因为在八名候选人之中哈，有两名的话是啊、呃，就是要攻击川普本人的，一名的话是 Chris Christie，New Jersey 的这个呃这个检察官，嗯，这个呃他是检察官，后来做了州长。 然后他因为他封门封桥的案件，因为他的政治对手的话啊，这个呃这个反对他，所以他就故意叫州的情情景的话，将这个 New Jersey 通往纽约的这个这个桥封掉，也故意给当地的市长难堪，以后交通搞得一塌混混混乱。嗯嗯、后来的话。 呃，被媒体啊、呃，这个呃，这个呃，突露这个事情，他两名助手呢，帮他做了的替罪羊，然后被判牢了，就用这个报复的手段来来报复。他当年在啊、呃，曾经竞选过总呃呃总统，后来的话啊、呃，他知道大势已去，不可能赢川普的，他也是在那时候，在二零一六年第一个的话啊、呃，出来啊、呃、支持川普的。后来川普他。 呃，当选之后啊、呃，他曾经要求川普的话任命他呃他啊来做一个啊、呃、这个司法部部长，嗯嗯、但是川普并没有呃任命他。后来的话，他要呃他要担任啊、呃、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啊，以后川普也不认同，也没有聘请他。但是的话，他就让他做了一个过渡小组的 transition 的的的组长，担任啊安插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在他的安插之下，所有的 FBI 现在的话，FBI 的局局长啊，这个也是啊这个 Christie 所任命的啊，Bill 啊这个啊这个 Bill Barr William Barr 也是啊这个啊 Christie 所任命的。所以他安插的一些共和党里边的话是可以。 说是 Rhino 的人啊，只是这个呃名字啊、呃，只是共和党而已的这些人是，但是他们永远会去跟民主党妥协的。但是这些人里边的话，所以的话，在最批评川普最大的声音之中，就是 Chris Christie 了，嗯，以后啊、呃，他呃，但是他的民调很低。 啊，他勉强啊拿到了啊这个两百多人的支持票啊，筹到了三万多块钱。所以话、啊，他这个部分的话，他会有一定的，但他也是帮啊这个媒体里边的话啊这个 CNN 经常请他上来，因为他呃是批评川普最激烈的一个一个共和党人士。嗯，所以话他他没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一名的话是前啊这个呃阿肯索州的州州长啊，他也是这两名的话都是认为啊要换川。 特朗普下来了，呃，但是其他的几名的话，那个不包括啊、呃、，South Carolina 州的两名呃有有实力的派的人士啊、呃，一个叫啊啊、呃、Tim Scott，一个黑人啊、呃、参议员啊、呃，也是啊、呃、这个啊、呃、非洲裔的人士啊、呃，也他。 也是很有实力的，嗯、呃、啊，因为黑人社区里边的话，啊、呃，都支持他。还有的 Nikki Haley，他是啊、呃、前 South Carolina 州的州长，啊、呃，他也是川普任命过的。但是这两名人士的话，他都不敢呛衰川普，因为的话他他们都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包括底桑德斯的明白啊、呃，在共和党里边的话，至少百分之四三十八到百分之四十都是川粉。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呃，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属于 mega 的的基本票铁票，所以的话任何一个人唱衰川普，那就可能得到不到百分之四十共和党的支持。嗯，所以你看今天晚上的话，他们这些只能是谈，他们只能大家。 是唱衰我做总统的话，我怎么会改变民主党拜登政府的一些政策？呃，不可能的话，也不敢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那两个人之外的话，其他的六名候选人的话，只能是就像呢哈那个印第印度裔的啊这个呃企业家年轻人啊、呃、这个呃 v i v e t v i v e t 他的说我是新版的年轻版的川普，川普 Two Point O。 他用这个方法，我会全力推动川普的政策。我更年轻一点，我更有创意一点。他用这种方法来来来制定的，所以我觉得的话，大家都认同的话，就是说，第一，治安重要；第二个，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国呃这个呃边境的呃安全；第三个呢，创造就业机会啊、呃；第四个的话，我们能源要独立以后的话，呃，所以这些东西的话都是。 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六名的呃其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话啊都会认同这些政策，在政策方面的话，他没有办法跳出呃川普政策的框框架里边去，只能是说我怎么样只能够真正执行而已。但是的话，这个川普的的竞选理念很重要，川普的政策只有川普能够实现 <laughs>，只能实<執>行。<laughs> 对，因为因为我们说这个川普他就是有这个不畏这个。 就是不畏强权这样的一种一种能力啊，就是说，因为很多的这些呃，如果真的是在政界这个。 这个成长起来的一些这些人呢，他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我认为他可能也会，你知道政治就是盘根错节嘛，所以就是说他们肯定会受到一些阻碍。就是因为川普他是政治素人，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他可以很执着、很一往无前的去做。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邓律师，你对德桑提斯的看法？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川普的支持率是很高的，但是德桑提斯是紧随其后啊，虽然拉开比较大，但是也有不少的。 选民呢会在共和党选择共和党的时候会选择德桑提斯，所以我想请问你，<对>你会怎么看？ 啊，呃、迪桑德斯其实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并且有实力的一个候选人。他从国会议员呐、啊、开始做了，还还有做个检察官呢、啊，还有这个。但是的话，他太急了，所以当初的话，如果他能够啊、呃，他是川普扶植出来的，没想到的话，恩将仇报的话啊、呃，在川川川普的话啊、呃、咬了川普呃一口，然后哈、啊，所以川普来说、呃，当时如果是他能够沉得住气，呃，再缓换了呃四年以、嗯，然后 呃、啊，川普会将他挑为一个副手，呃，这个作为副总统的，嗯、但是将来的话结班的话是呃，就是、呃、就是理所当然。<对>所以，迪桑德斯他很年轻，但是他太急躁了，以后跳进来，呃，以后而导致的话，川普成为川普的一个对手。当然，现在就是说，啊、呃，从这六名候选人之中，啊、呃，你要看看的话，就是呃，哪一个人会成为？ 副总统的候选人哦，会不会六个人里边的话，川普挑一个？我相信呢，从这个六个人之中的话，底桑德斯应该是出局的。为什么哈、啊？因为啊、呃，对川普来说，现在尤其是百分之四十这个川粉，mega 这个呃，Make America n Great 这这个这个团队里边，保守团队的话，他们是反非常对底桑德斯是反感的哦，所以。 虽然底商德斯能够迎合了一些很多加州啊，还有这些啊，这个呃，有一些是属于温和派的共和党的支持，但是哈、啊，最后现在底商德斯的几、呃、这个背后的几个金主，哎、<呀>他们都,都走了好像、呃。对，都知道的话啊，这个底商德斯已经大势已去了啊。他虽然换了他的竞选经理啊，但是的话啊，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我估计的话啊，底商德斯可能会坚持到这个嗯呃一段时间。 但是的话，啊，后面的人会不会跟上以后取代提商德斯的话，就要看看今天的晚上他们的这个呃晚上的表现了。那当然啊，川普这次没有参加，那这会不会将来也会参加总统辩论会？我相信会。但是问题是在情况明朗的情况之下，那时候的话，我相信啊、呃，在这段时间，川普也在物物色，究竟是让那个呃 Lake 呃这个呃竞选这个 Arizona 州的这个。 这个 carry l e 来做副手啊，或者是做其他人做副手的话，现在的话大家还在呃在观察。我相信川普心里面很明白，他说这个他握住了百分之四十共和党人的选票。 嗯，谁也不敢得罪他。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川普，你现在目前的话，没有一个能够跟川普啊这个挑战的，呃，真正挑战的共和党人士。而在其中选一个这副手里边的话，不管当年，啊，很有可能其中哈这个 Tim Scott 也可能呃呃成为一个竞选的副手，因为他可以拿到非洲人的选票。 以后的话，另外一方面的话，他要考虑，有可能需要一个女性来争取到女性的啊，这个呃，这个支持。因为我们谈到哈，二零二四年，其中最重要，民主党要打共和党的话，就是说堕胎权。嗯，有堕胎权的话，女性的话，她认同女性应该有这个堕胎权的啊。但是的话，我们这川对川普来说，要赢回这个女性还有中间派的支持的话，女性、非洲裔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嗯。 呃，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邓律师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州现在对于这个华人的个呃政策其实还是蛮强硬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德桑提斯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保守派，所以您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呃对华就是对对我们华人的这个部分哈、啊，呃您会不会有什么担忧在这一次的共和党选举方面？呃，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很不幸的话，只正正对。 的中国政策方面的话啊、呃，两党是一致的，非常。因为呃对，在 Pew 在最新的民调可以显示出来，以前的话这个 P E W p e 这个啊、呃、这个民调的话，对中国不友善的话，在四年以前的话，在疫情之前的话是百分之四十六对中国不友善，<对>后来疫情的时候变成百分之七十八啊，到最新的这个民调显示出来百分之九十二是对中国不友善，已经这么高了吗？上次我才看到八十四。 百分之九十二，这也就是说，一百个美国民众之中，受访的民众之九十二个人是对中国不友善的。嗯,嗯，所以中国牌这不很不幸的话，呃，就会成为一个这次二零二四年的总统选举，所以看哪一个政党的话能够对中国一更狠。嗯，因为脱钩只是一部分，但是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啊、呃，这也是令我们法律界所担忧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的。 在美国的日本日裔被关进日裔的集中营里边去，所以同样的，你可以看得出，呃，在德州推动了这个呃，这个呃，不允许呃，中国公买买地的部分，后来的话，这个被呃推翻了。 佛罗里达州所通过的话，也是一样，对中国企业、中国公民不允许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农地、购买一些基本建设的一些地的话，虽然是针对中国，但是的话，对所有拥有啊、呃，就算你拥有绿卡人士，或者是任何一个跟中国政府呃、跟中国做生意的人士有相关系的话，都有可能的话啊，呃，不免不能够购买。 的部分，你现在已经有十五个州已经跟佛罗里达州提出类似的这个案子，并且国会现在同样的有一个法案的话，将这个啊这个不允许中国公民、中国企业购买呃这个房地产啊这些法规的话，要进在联邦层次里边进行投票，已经法案已经出来了，所以、嗯。哦 佛罗里达州在这个礼拜啊，这个上诉法院推出呃、啊，这个呃、啊、这个驳回了啊，这个律师团队的诉讼，认为这个法规的话，州政府有这个权利的话啊，规划哪些因为国家安全的原因的话，可以拒绝呃、啊、中国公民、中国企业。 购买房地产，啊，这个的话是属于啊、呃，所以现在要上诉，上诉的话，有可能这个官司要打上两年、三年才能够有结果。但是从所有的情势看起来，啊，佛罗里达州的法官大部分都是属于共和党啊，这个州长任命，对，还有共呃，在联邦法院的话也是属于共和党总统所提名任命的啊，包括川普这机密文件的案件的话，Elaine Cannon 也是川普所任命的，所以从这个法官保守派看起来的话，这个。 啊、呃，这个对这些这个禁止中呃中国公民买房子的部分的话，是还是一样是不友善的。嗯、呃、啊，这个裁决，所以我不看好这些上诉会成功。啊、呃，但是的话，这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对、呃、啊，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下子，因为在美国人看起来的话，我们肤色。 都是啊、呃、中国人，他不会分不出来你是 Chinese 或者是啊、uh, Chinese American 啊、呃、这个华人，所以的话这个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民调已经是啊、呃、已经比基本上的话已经是超越了啊、呃、这个九成以上，所以这也是令人担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参与，我们要显示出来我？ 我们我跟你隔壁的美国邻居一样，我们都是 American，我们虽然我们肤色不一样，讲话有口音，但是我们都是跟美都跟其他美国公公民一样，呃，希望我们的有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有个公平的机会能够进入呃学校，希望的话，我们都能够可以替社会、替美国做出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的话，在爱国爱国，我们爱的应该首先是我们美国这样子话 呃，才不会呃让别人质疑我们的忠诚度，这个非常重要。对，其实相信大家呃前两天也看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说他如果当选的话，他要严格控制马列马克思主义移民，是吧？就马列主义移民吧，就是他有这个这个说法，而且还要交巨额的保证金、啊。呢。所以就说在这个部分的话，现在我们如果是你是身在美国的华人，你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不应该去退缩，我们应该。 我觉得更应该团结起来啊！这个就像邓律师说的，我们如果是你已经有了这张选票，你就是美国人，你应该为美国美国这个社会做出你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你的一些作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归咎哈，你到底是爱哪个国家？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好。我们当然，我们是为了这个生活而来到这里的。所以呢，就像这个，我今天还要跟朋友在聊起这个加州的 pro 呃四十七号法案哈。那么当时我就说，哎、当时我们都在干什么？这些为什么这个法案会通过？嗯嗯嗯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在自食这个恶果，<对>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去问为什么当时能通过，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去做出选择，或者是去阻止他让他通过。最终他通过之后，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零元购，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不断上升的这个盗窃、这个抢劫的这样的一些案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希望大家真的是还是可以觉醒吧，可以真正的就是说为你这张选票呃负责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邓律师，<对>毕竟我们知道在。 共和党内，像您刚才说的，川普是掌握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铁票，但是在我们说二零二四面对全国选民的时候，您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最就是决定选举最终花落谁家的这个中间选民这一派啊，您觉得有多少人会投给川普？ 啊、呃，对，啊、呃，其实真正决定美国选举结果的话是七到八个摇摆摇摆州，啊、呃，加州是铁定的啊、呃，这个兰州，希望我们能翻红它未来邓对、呃，所以的话，啊、呃，川普九月份的话会来洛杉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参与。我说我们是红州，呃，我们是兰州，但是的话，我们也要发发发发出自己的一个声音，嗯、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之之所以我们呃。 吃吃了。 我们的呃，这苦果就是因为的话，我们现在加州允许一党独大，所以你所有的这些政策，不管四十七号提案、五十七号台提案，还有各各方面的，还有现在有一大堆啊，这、呃就是这个大麻合法化之后的话啊、呃，摇头丸合法化，以后哈，安非他命合法化，这些提案里边的话，都是属于一党独大民主党啊、呃、所通过的推动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反制的力量，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我们我是相信美国的制度啊，是所谓的 check and balance，啊、呃、是相互制制衡的，没有一个反对党的制衡，变成一个一党独大。在现在在加州情形出现的话，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州，呃，这个呃州长是民主党的，而参议会是呃州呃民主党的，众议会也是一样，所以哈、啊、孤呃这个孤掌难鸣的情况之下，呃因为。 现在民主党掌控它是百分之七十五的。 s u p e r majority 所以任何一个提案的话，不需要讨论，他就直接可以投票通过。所有的预算案里边，在这个四年以前，我们给了加州的话是一千多亿的盈余额，但现在的话，我们是两百五十多亿的赤字。以后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一样的，我们将那钱用在犯罪人身上，而是没有用在这个警察身上。我们要照顾一个流浪汉，每一个月我们纳税人要花多少钱？ 花一万一千五百块钱，哇，那是那比很多人都挣得多，好吗？为什么哈、啊？我们现在要处理一个流浪汉的问题的话，要四个社工来处理。四个社工的话，只是这些社工的话，这些人的话，都是属于啊、呃、这个呃赚钱而已，这真正不不解决问题。 我们的罗汉基市市长呢，Karen Bass 呢，他上台的时候，竞选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一定会可以解解决流浪汉的问题啊。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安置了啊，这个啊一啊这个一啊这个已经安置了一万多人了。哎，但是没想到呢，流浪汉现在的话，从原来的四百五呃这个四万五，现在增加了七万五。嗯，所以话他就是怪着的话啊，这个呃怪在呃其他人身上，这个就是怪在我们政策身上。对，因为我们的政策里边的话，我们。 民主民这个民主党一党独大，很多政策的话，呃，将加州成为一个庇护州。你可以看得出，现在的话，德州也是运了，呃，昨<对>昨天又运了一个 bus 的非法移民到了这边来了。嗯、那你不能怪德州，因为德州的话，你们、这个、民主党没有将这边境问题解好，解决好啊。然后你现在呢，已经有呃三百多万人的话，啊、呃，这个呃走走向呃，从呃这个呃南呃美国南部了进来美。嗯 所以这些问题里边呢，都是属于民主党的失败。但是呢，民主党的呃现在的话，包括我们很多华人的民主党呃这个政客的话，他们只为了讨好工会，只为了讨好拿到的选票，他根本不会听我们社区的。 话不会从政策方面来改变啊、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应该要觉醒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像这些政客的话，在州议会里边啊、呃，并拿骗了我们的选票，骗了我们的钞票，而出卖我们的利益，这种情形的话，呃，在华人的政客里边的话是司空见惯。他们在赵美心的领导之下的话，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嗯、但是的话，这个事情他们的政策究竟替我们华人社区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赵美心、方树强。 这些人的话，回到社区里面的话，都是说啊，我替我们社区争取了多少经费。但是问题，这个经费挣就是多少？所以，就像赵美心所说的，我现在向联邦政府的话，帮所有受这个影响的华人餐馆的话，啊、呃，因为我们有十一名。 华人在过年的时候，在孟吹帕被打死了、嗯，所以这些生意受影响了啊、嗯！也所以的话，我替这个呃呃这个 Valley 的这些居民的话，这个餐馆呢争取到这个补助费了。但是能够补助多少？这个钱是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纳税人来的嘛。嗯，所以不是说光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钱都是我们。 小本生意的人、民众要交税，现在不断的万万税的情况之下，很多企业要搬离加州，很多企业没办法继续经经营的。對對呃，我们要创造机会机会的话，那政府不应该与小型商家为敌，威<對>是他。 还是这个，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商业环境，你多少人的话，因为这个保费的贵，这汽油费的贵，以后因为政府的福利太好了，我上班这一个扣完税还不到三千块钱，我躺着看电视以后我就可以拿到三千块钱，为什么要去上班呢？嗯，所以福利变成了一个是这个尝试，如果你不领政府的福利，那基本上你是傻瓜。这种的话，这个。 充呃养成个习惯之后的话，那谁来赚钱呢？都没有人来赚钱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很令人担忧的。所以为什么我认同共和党的理念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单只要给人吃鱼，还要教别人怎么样钓鱼。<对>我们的制度的话是怎么样教导大家的话，就成为企业家能够有公平机的机会，让任何一个只要你想努力都可以完成完成你美国梦的这个机会。嗯，所以我觉得的话。 我现在我也很幸运，因为过去的呃，在我成长在美国了来了三十多年，在成长过程之中的话，都是属于啊，是民共和党跟民主党相互竞争，然后相互妥协，然后政策都是都是很可以说是温和的。你现在的变成的话。 民主党就极走极端的，以后的话这个全部的话，这激进派推动的政策的话，啊、呃，将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啊、呃，所有有钱人都是犯罪，以后的话这种的话，呃，这个呃，这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美国完全实现了，以后的话所有人都不用做事，政府来负担的。但是共和党的反，共和党的人呢也不争气，所以的话没办法阻止这种这种。 这种，所以为什么我说，呃，这个虽然我以前是民主党人士，后来四年以前呢，我真的是看不惯。我要的话就是取得这个平衡，要的就是是呃这个这些民主党的政策能够有一个制衡的作用，能够制衡，让他们能够呃变得更加。 中间派能够让所有的民众啊，不管是新移民或者是华人，还有是所有的这些呃，这个年轻人都有一个就业的机会，都有一个享受共同能够享受到教育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呃理念，这也是我们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都希望我们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 我很幸运的话，在呃八十年代我就来了。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话，呃，这个美国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将我们得到的机会能够留给下一代，呃，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出头的日子。 对，是的，确实，就像邓律师说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做事情，我们的后代就会遭受他的这个结果哈，承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其实呃，刚才有这个网友在评论区说啊，这个说华人可能就是要指望中国强大哈，这个才能在美国不受欺负。我认为你的观点是错的啊，当然我们有网友已经呃反驳他了。我们作为在美国的这个公民，我们确实应该有更多的参政议政，然后呃让这个美国的社会看到我们的存在，看到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的力量。我觉得。 这个才是保护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因为就像邓律师说到的，就是说这个 c h and balance 这种制衡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认为是比较健康的。现在我们就是因为失衡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看二零二四啊，我们能不能让它纠正过来？就是说这个就是靠每一张有选票的你来做出你们的选择。今天谢谢邓律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你给大家的分享，辛苦你，谢谢。啊，谢谢。